喂，师傅。哎，你好。嗯。喂，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哎。师傅慈悲帮同学看个图腾，同学们自己的一张自己背。嗯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看一个2011年属兔子的小女孩，她是患血友病，然后就是只流血不止那种，师傅看一下。啊。也是免疫系统。嗯，对，血液病。嗯，免疫系统出毛病。嗯。哎呦。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细胞源，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两个人的那个给他的遗传细胞源不足，不好。嗯。啊，对的，他家的有一个老人，好像是他的小孩的奶奶，就有这样的问题，但是没那么严重。没那么严重，就是遗传的呀。嗯。哦，而且他有呼吸系统的感染。嗯。哦，这个倒没听说。嗯。你要叫他当心。你叫他当心啊，要叫他好好念经的。嗯。嗯，这小孩子非常好，他很努力，他自己很念功课，每天自己给自己念4张小房子，就这么小的小孩。是吧？我看看啊。嗯。他父母也很努力的。几年呢？11年属兔的。喂，师傅。再看。好。240张。好，放生了。800条。哦，他这种是灵性在身上还是怎么回事？有灵性。哦。一个没有眼睛的灵性，鼻子很大。啊。嗯。这么吓人啊。哎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。我已经给他加持过了，刚刚。嗯。哎呀，师傅太慈悲的感恩师傅慈悲。他过几天会做梦做到我的。啊，这个孩子就是因为你说他整天在念经，孩子很精进，我就喜欢孩子精进的。嗯嗯。师傅，你最慈悲了，你最喜欢好孩子了。对呀、啊，一个孩子学佛念经，我比什么都喜欢。嗯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